嘛，黑色、粉色、灰色以及米白色这一款呢是直条的针织哦，所以显瘦效果更加的升级。我觉得它在腰身感的地方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如果你刚好是小孕妈咪的话呢，这里的弹性空间也绝对是足够的给你们。手饰的地方一样有帮你们做螺纹收边的处理，所以不会呢有胖胖的感觉。然后在腋下的地方甚至完全不会有勒腋下的感觉，有弹性非常非常的好。我本身是 32C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在胸围宽松度32、34、36、38绝对都可以。其实它也没有很贴身，它都是有空间的，不会说就是很紧绷。然后屁股的话完全不会显臀，不会贴臀。我里面是穿黑色的平口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完全不太会有透出来的感觉。身高是167，那长度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刚好，甚至呢你可以配短靴。那我觉得最可爱就是后面连帽的设计，小帽帽感觉它的帽子非常大，就是你在冬日啊你真的可以完全的罩起来。它是有带一点略微小小的磨毛感，但是不会有扎肤，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完全没有刺肤感。下摆一样有做螺纹收边处理，就是这个地方它完全是不勒的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更加的勒一点，因为往内缩一点的话呢，它会更加有那种女人味的气息在。